去年十一月，郭晶晶与霍启刚结婚之后，迅速传出怀孕消息。近日，郭晶晶产期将近，各方媒体严阵以待。八月二十日，一场烟幕弹之后，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左右，霍启刚在微博上公开报喜，称郭晶晶已于今天早上顺利生下3.3公斤重的儿子，母子平安，全家都很开心。稍后将公布照片。霍启刚在微博中写道：“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和晶晶的儿子已经在今天早上出生了。”体重3.3公斤，母子平安健康，小生命的顺利诞生，我们感到非常开心，家人亦感到无比的喜悦，非常感谢医护人员对我们的悉心照顾和关怀，我们衷心感谢各位传媒朋友和亲朋好友们的关心和祝福。稍后我们会向大家发送照片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身体健康。乐视娱乐整理报道。